有一家叫挖机机挖的公司对我进行侵权，我想把这件事情刨根问底。这个行业的规则需要有人去重塑。人间正道。今天我一个朋友给我打了电话。 特别生气，感觉好像我做错什么一样。跟我打了大概5分钟电话，一直在说，一直在骂。也没客气，说你多什么人啊？这么大事给那么无耻的事情，没有人帮你说话。搞得我好像我做错了一样，那我真的无所谓。但如果10年前或12年前，我也会觉得很憋屈。但我现在我真的无所谓。 想说就说，不想就不说。你想过自己的日子，我觉得无可厚非。哎呀，我就怕我哪一天不爱这个世界了，只爱我自己，过自己小日子，跟他们一样，赚点钱，戴个面具。 我希望能出个结论。我没有对结论有什么期待。我想的就是。 不管怎么样，我不想跟他们再拖下去了。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到现在就大家应该有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了。就无论是这件事啊，怎么去处理下去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嗯，啊，到酒店了。啊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好嘞，喝口水。啊，那我就上去开会了。 李老师吗？喂，李老师，主要就是这几个事情。第一个，其实呢，主要就是这几个事情。第一个，挖机机挖的代表表示非常的抱歉，非常有诚意的要来解决这个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在聊这个实际金额的过程。那最后呢，实际上我没有带着一个明确的答案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。 他们既没有说可以，也没有说不可以，但是，我们最后商量了3天之内，给我一个答案。直接一个简短的会议纪要发过去。去发微博吗？还是怎么着？对，我觉得公开一下吧。OK OK， 哦，对，就是在这个方面呢，其实我们也做了。我做那个所有的和版权相关的工作。 其实也就8年的时间，我个人在职业生涯里面几乎所有的凌辱、委屈，都是在做这个时候感受到的。我看了一下，其实还是没有太多，就是本来不关注这件事，但是由于围观爬上来的人，其实还是少的。可能本身还是就是你的听众啊，或者说读音乐的人。 占绝大多数吧，那就是说，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吧，就是，它能够成为一个行业里面的讨论的一个话题，它能够成为我们整个行业进步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从事电视、综艺、网络节目的制作者、出品方，作为这个所谓周边的这些演出的这个运营方，包括。 每一个买票进去看的人，包括每一个音乐的创作者，都应该在这个里面找到自己的视角来观察这件事情。我觉得，就最不济，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，对，是一个普法的一个事件吧。
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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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，那嘛，能听到吗？喂喂喂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声音还行，声音还行啊。OK，OK。大家中午好，现在我在美丽的威海，我的背后应该就是刘工坊。啊，我脑子乱。雨刚刚停，天还没有晴。这个局面特别像现在的维权的局面。今天的这条视频是为了回答毛不易粉丝的问题。为什么一开始要贴着毛不易？是因为第一次的侵权事件，演唱会侵权事件，毛不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不行不行不行。战争对哪一方都是耗精力的事情，但战争从来不是你赢我输的事情，而是你损失的你能不能承受得了，我损失的我能承受得了。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清楚，但我们这边损伤是很明显的。其实我们就三个人，我老师还有我们律师，我们三个人要去应付那么多的问题，至少你消耗你的健康跟体能，但更重要的是脑力。脑力已经不够去好好思考演出本身，就是一般人看不出，不会认为这个演出多差，是吧？但是我的角度是，如果说我没有被这个封神，我会把那个演出做得更好。黑山茶，直接知道。很多极其聪明的人都活得特别痛苦，反而很多很傻的人乐呵呵乐呵傻乐傻乐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智商、智慧、知识，跟他们一样聪明，然后反而让自己更不高兴呢？如果说我们只是追求开心，那我们就傻一点，傻乎乎的跟他们一样开心。问一下这个问题，问一下这个问题，一想这个问题，就觉得自己特别傻。正所谓人类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，挺奇妙的。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。我以前我记得，我说我关注的东西不是一两个事情，不是一两个人，我在关心全人类，炒一片冷嘲热讽。每一次
我试图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都会有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，哎，你这样没用的，你看还是这个死样，还这个球样，所有人都很绝望。我当然也绝望，但是我始终想，能拯救一个是一个，能教育一个是一个。哪有那个什么事情一天之间一夜之间所有人全改了呀，都要慢慢来的。